好哇，又翻到嚟，今日我哋做专访啦。咁啊，又揾到另外一家，依家系香港公司咧，就去访问。咁所以我可以用广东话住咧，就比较即系、就是、我哋吓嗰度习惯啲，咁我都轻松啲。我身边咧就系、是、阿、啊、Eric 啊，系你好 ，hello。咁啊，我哋呢间公司咧系小系 Royal Toys 啊，小城故事系你哋品牌。系啦，暂时都系得小城故事啫，即系等于等同噶啦，两个就系嘛品牌公司。啊，咁呢个职务咧，我自己都喺啊好多地方见到喎。其实公司成立咗几耐啊？我哋公司系2018年开始嘅，系系。咁成立到依家都差唔多五年时间。嗯嗯嗯。咁一直都系做职务为主。系啦，呢、這个就系我哋主推嘅产品。主推产品，而你嘅职务全部都系同香港有关噶。系啦，因为我哋公司系以香港文化为主题去做呢啲出嚟嘅。咁、其实咧就系可以俾到细路仔玩呢啲职务，即系话咧都可以去了解一啲香港嘅历史啦。一般嚟讲咧，其实而家。你做了咁多款咧，其实喺几年啱疫症，当有疫症啦，咁其实困唔困难啊？困难都是有啲嘅，即系市场上边咧销售呢啲嘢可能有啲困难嘅。但系反而都很好嘅，因为呢啲产品咧都系有啲特色嘅，好多人都中意买呢啲嘢。我覺得遊客都會買喎，尤其是而家開始通翻關啦，我相信咧，可能你哋啲銷量一路會直線上升。係啊，係啊，咁呢次係咪你哋第一次嚟參加 Hong Kong Toys and Games Fair 啊？係啊，今年係第一次，因為今年係有咗呢啲好多嘅 display 出嚟，係咯係咯，推咗50多個款啦，係，所以今次就係第一次參加，係想俾大家可以見到呢啲產品，多謝你，比較大啲嘅。系，咁有冇咩期望？第一次参加？第一次参加就系想俾更加多嘅国外嘅厂家去睇下我哋嘅货，同埋俾大家多啲了解我哋小城故事嘅产品系点咯，同埋一啲文化喺入边咯，香港文化喺入边。嗱，而家咧嗱，咁啊，啱啱第二日啦，咁啊就暂时点问业绩好唔好啊？第二日其实今年咧系嗰啲人咧系少咗啲嘅，系啦，不过都唔紧要嘅，我觉得系俾更加多嘅记者啦，可以去多啲相，可以去宣传一下，系。我做展览都是贵精不贵多的，因为有时人很多，你其实招呼不到不同的客人，都不知道他是记者、媒体，还是他好奇行过，还是真的一个正式的 buyer 客人，而变成他们可以集中火力，大家多些时间倾仲好。今年呢就除了第一次来参加，你们会期望即见到一些不同客人，对海外市场有没有什么期望？有的，我們呢都是想跟一些國外的去廠家去看看有沒有機會去行動，看看可不可以推一些其他國家的產品或者是節目，或者是他們可以買我們的東西去到其他國家。即不是只是做自己品牌的，其实我们可以都跟其他国家的朋友或者甚至香港都可以，即合作做一些新的产品出来。是可以做 OEM 或者 ODM。是不是原来你公司有自己的厂的？是的，我们可以去做设计和生产一些。即是给个 idea 你们就或者拿了授权回来就基本上可以找你们就得了。是的，基本我们就可以做到了。是这个真的非常好，因为可能很多公司都想去嘗試啦，好啦，嗱咁咧，今次嚟到雖然係兩日啫，其實你有冇發覺有啲咩優點可以同大家分享翻，或者啲有興趣嚟香港參展嘅朋友分享翻？優點嘅話，今次就係匯影嘅同事咧都好努力嘅，佢係攞呢啲證件啦，同埋幫我哋去換啲記者咧都好快好迅速，非常之好嘅。其實我都知道，我哋 Toys TV 都唔係第一年嚟，我自己嚟咗十幾年啦。咁咧就在工在私都好咧，其實我哋見到香港嘅Toys and Game Fair 咧，其實咧係全世界一路位列前五名、前三名嘅，至於規模啊，咁嚟計咧係最大，同埋係變咗係有最多嘅買家。咁今年啱叫咗啱啱停咗兩年復辦翻，我相信咧其實慢慢啲買家都會越嚟越多。咁就算今年都好啦，我相信其實都會有好多。即係有心嘅買家嚟到當中，因為我見到出面都好多買家。係啊，咁而家暫時希望你個品牌越做越好啦 ，Eric 係咯嚇。咁都係好多謝你接受訪問。多謝。Thank you， 好。